喂喂，不好了！接刚刚来报，西周使者呀，出事了！开门！开门！快开门！哎呀！少爷！少爷！ 老爷，爹！把所有人给我拿下，各房取搜，一处也不许遗漏。等等，敢问大人，我们家到底犯了什么罪？不由分说便要拿人，犯了什么罪？在你谢家进贡的使者衣物内，查验出掺了有毒的珍珠粉，致使西周使者全身中毒，犯的是死罪，给我搜！阎王爷。 妻儿四人，流放关外，永不得返京。谢家财产悉数罚没，退堂。大人，我家本分经商，童叟无欺，定是有小人陷害，请大人明察。大人，冤枉大人，我们是冤枉的。冤枉大人，我们是小小之士。放肆！ 才能一生奔腾，要借几番无常，碎多少愿望才留住身旁，只愿此生不负所爱。拿着，快走！ 凤儿，带着你娘和你儿快走！夫人，快走！你们快走！爹！爹！夫人，走！ 走，你们快走！娘，娘，快跑！快！娘，这个桃笛你拿着，这是爹给我们的，你一定要好好收着，一定要好好活着。我不要，娘，走，一起走。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 哥，无限愿望在流，转身后，只愿此生不负所。